一切都融进了一曲曲梅格，那是他们的世界观、宇宙观。一家百科全书传颂千古故事，梅格传承从娃娃抓起，文化传播走向大千世界。太不像诗了，你看这个玉诗来并名它，所以它叫鲜花丝叶。太
好了，我们来认识一下。这个叫荷花酥，我给它取的名字叫映日荷，浅桃浓里幺幺，是用新鲜的桂花蜂蜜去做的。醋浪莲香冻，它的灵感来自赋得莲下游鱼诗，就是我把读了这首诗的脑海里想象的话全部把它复刻出来。就比如说有桃花树下的凉亭，然后荷叶，还有锦鲤，还有特别适合现在吃的茉莉花。你说这个绿色的是果冻吗？全部都是啊。那我们要尝一口这春水吗？啊，前面这几个就可以拿来尝试了。来，我给你们递一下。其实这就是这个是吧？对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其实我把它做成小份，大家会更方便去试。嗯，过几个都是这怎么像天坛呢？北京天坛。我尝一个小果冻。哎，这怎么还咬不上呢？哎，有只小猫哎。Он тоже говорит, кушать хочет. Я учу. Офигеть. Бродячий котик. Ничего себе, такой голодный стоит под пивом. Oh,
服装也是改良的。对，改良过。哦